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胖吉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方舟生存计划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嘿，看到后面有没有？我们还有小姐姐跳舞驻场哎。她腿好像比我细呀、啊。那还用讲吗？我也来跳一个嘛。谁不会跳是不是？二次元小姐姐啊，这个是那个唯一模组里面的能量罩。然后呢，由于在线下搞材料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点金手啊，所以我把那个所有的养宠物的果实都弄了一个。你看，从这我都说不明白了啊，不说了啊。反正就是啥都能抓就完事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这个喷火龙呢，我是上期抓的，胖姐有可能不在，我把这个下雨天就这样吧。嗯，然后还有这个凤凰，胖姐是弄死了一只，还就一只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，你骑凤火龙，我骑凤凰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都可以啊，凤火龙是不是很弱啊？凤火龙有点弱、哦，没关系，死了抓更厉害的。我那个地方应该还有喷火龙，走，咱们过去吧。我，然后直接去直接去那个空岛，中心岛，走吧。中心岛。对。而且那个漩涡我也弄了啊，也复制了，有顶尖的龙，还有那个 boss 都可以抓。好，我已经来了，把望远镜打开。呜呼。天上就有一只什么？看看天上就有一只喷火龙，721级的，721级的吗？顶尖的 max 级，哪里啊？还是，但是雄性的，有个雌性的991级的也是。哇，好多龙啊！咱们这些龙都可以抓呀。还有抓喷火龙吗？这不，但是这个龙就在下面啊。这个龙主要是太难抓了，我看能不能扛我一击。能扛住，能扛住。扛住。能扛住，但是你要咬他一下，你再咬他就别咬死他了。哎，有一只可以抓了，有一只可以抓了，抓那只，抓那只。可以抓了吗？对，抓这只。我去把龙停住。没事，你把那个龙丢边上。他快晕了，他这个眩晕值比较低，主要是我们的枪械升级了。那黑色的也是，被晕的是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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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。他怎么跟我的喷火龙打起来了呀？打起来了吗？我喷火龙呢？呀呀呀呀！不会就是这只吧？不会吧？应该不是这个吧？他快晕了，在下面。我那只喷火龙好像下去了，我要把它踢过来了。我在追那只要晕的龙。哎，打晕了！喷火龙死了吗？喷火龙，它没显示死了呀。是不是没吃轮圆盘啊？啊，没吃圆盘。哦吼！哦吼！又不见了。哦吼！宠物消失术，干得漂亮。刚那只是不是比我那只要厉害一点？啊，那只也是991级，这位也是991级。顶级 max。啊，抓到了。这里有只凤凰。有凤凰吗？哎呦！110级。110级的凤凰、啊、你想抓吗？不是凤凰吧，你一枪就赢了呀。那不是凤凰，看错了。没事，我的护甲厚啊。哦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这个人，这个龙钻到这个墙里，想怎么样？你给他吃个圆盘。这是也给他吃个圆盘，给他编个号。喷火龙二号，改个名。喷火龙一，我们可以抓一个喷火龙军团啊。喷火龙一，你那是喷火龙一，喷火龙 ，OK。对，我就喷火龙。先把它丢回去。你喷火龙没给它吃啊？我刚吃了，我刚给的、哦。我把这个放回去。现在没有吗？先有了吧，哎，现在还没有，我飞回去了。我给的是喷火龙一啊。喷火龙一你有了吗？
我把这个天气给改掉了。有了呀，有了呀，有天气太难受了，这雾天看不清啊。稍微等一下。哎呦，就会撞墙了。好了，我再过去。这里有个871级的，我把这个喷火龙也放回去吗？能抓吗？871级的这个也是喷火龙，喷火龙军团，来嘛，我把这个放在这儿。喷火龙军团，多的是，到处都是喷火龙。哦，但是你要先来打他呀，我打不过他呀，哎呦，我忘了呀，他要那啥才可以。我来打。我要先走，幸好他不会瞄我。哦，还有十多人。我先把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虎落全羊被狗欺，真的是。哦，被狗欺，真的是一堆狗。这不是狗吗？没死吧？不是狗吗？一堆。啊！别打了，他死了。我没打他呀。他死了。死掉了。被打死了。被他死掉了。这里有一只嘟嘟。到处飞啊。这里有只嘟嘟，我们可以养这个嘟嘟。哇，嘟嘟也被秒了。哇，这太容易被秒了。这龙太容易被秒了。抓的我有点不想抓了，我的天。哦，对，我们可以去抓天堂龙了呀。我看看天堂龙。天堂龙吧。我回家看看有吗？哎呦，天堂施救，再见！我走了。那是原始施救 ，boss 吧？boss 不是 boss， 这个不是 boss， 186兆的血。我看看，天堂虫只需要我们要抓一个 fly bird。我都念不拢啊！我们要抓一只那个 orange 的飞龙，然后再抓一只 F 级别的龙。orange 的。对，抓 orange 的龙去。orange 的龙在那个火山有，走去火山。火山我也放了传送门。火山岛。还是另外一只。火山岛有啊。哇，这火山岛刷飞龙啦！到处都是啊，这有冰系、火系跟毒系，有毒系吗？没看到毒系。来，快！来了，枪打了，我一枪都没中。飞起来，这是毒系，过来了吗？在路上了，踢你了。哦，你别踢我呀，他们围着我。啊哈，你小心点，他在空中他打不到我。我应该还活着。你打我那只凤凰吧。Orange。有电系、火系跟冰系。我先找个地方。哎，晕了一只。你直接去给他吃那个食物。哎，我在被追。哎，我掉。打不到我吧？你的凤凰在被打。没事，凤凰死不了。我在被追，又是这个龙。啊，又晕一只，晕两只了。好家伙，谁在打我？打不到我吧？700级这个字，我透，打不到我吧？哎，两只了，晕三只了，我还在被追，我掉了。我看看，我帮你阻击他，他没追你了。我接了吗？我死了，我着火你死了。没事，我等会儿不骑龙了，这个龙还不是自己飞的。哎，这也晕了。我晕了好多次了，马上就到。你把那个龙踢回去吧，对，踢我就行了。来，一只养，给
给他吃秒训药。子龙，子龙，你踢过来呀！我来了呀，我在这儿啊。吃一口吧。啊，起来了！这么多只啊！飞龙军团，都晕了。这个是冰系的，对，都给他吃那个 orange 的食物就行了。都吃了吗？我没有，有几只我没有给你，你看给一下 orange 的。我是不是没有 orange 的呀？有啊，黄色的，黄色的。我没有 orange 的。哦，你就是没有黄色的是吧？那刚刚给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没捡到黄色的。少了一个。这有一个什么 OMEGA 的 OMEGA 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吧，都吃这个是吧？都吃这个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都抓到了。哎，停一下，一大堆飞龙。吃个药，呜呼！啊，起来了，给他吃。哎，你不是飞走了是吧？嗯。啊，这没给他吃。OK。哎哎，踢回去，我给他踢回去。回去吧你啊，我先给他吃个圆盘，先给他们吃点圆盘。哎，我圆盘丢哪去了？丢飞龙身上了。掐个圆盘，小伙子，掐个圆盘。回家吧你。咱们还要他下蛋，还有一只呢。是不是都回去了？检查一下，还有一只吗？哦，那下面有一只，下面有一只，看到了，在这呢，看到了，卡在墙缝里，走，一起回家吧，那就，回家下蛋了是吧？下蛋了，这龙估计都卡住了，我就知道。哎呦，我卡里面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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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有点炫酷的感觉，有点多。我看，给他下蛋的话要白色浆果，把白色浆果拿出来。哎，白色浆果呢？哦，在雷龙身上，雷龙身上弄了。雷龙。6000多个够了，下一只蛋就行了。这个是母的吗？要找一只母的。这个是雄性，雄性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雄性。怎么都是雄性啊？都雄，好像都是雄性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真都是雄性？不会吧？全是雄性啊？这连这个名字全是他女性的他都是雄性，也是雄性，雄性，全是雄性。这就尴尬了，咱们还再过去吧，还要再过去一趟，再过去一趟，看看还有没有。真都是雄性，我的天哪，都是带把的，我真的是醉了，不过来了，我再找一下，看还有没有。嗯，好，看有没有。好像找不到第二只了。哎，那边还有一只，还有两只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哎，这个是雌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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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雌性。哎呦，弄它。好家伙，
哪里跑？来追我！哎，哎，真追我啊！哎妈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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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也是雄性，那边也是一个雄雌性的，雄性那是雄性啊，雄性，雄性，看错了。哦，有个魔在边上，小心点！下面有一个恶魔啊！恶魔也顺便晕了。恶魔不能晕，晕哦，恶魔是这个，恶魔在旁边。恶魔是那种发光的，他钻地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在地里面。没事，他不会起来的，你别去勾引他就行了。咱们现在暂时还打不了恶魔。好，起来了，走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下蛋了。哇，他是不是出来了？出来了，完了！我的天哪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！你还能跑啊？我是直接没了，我直接人都没了。我刚想踢回家。你是不是把他给引发了？我没有引开啊。好家伙，这搁那蹲人呢啊！搁那蹲着呢，就等你们回家啊！出来就是把你们给宰了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跑水里面就安全了。哇，地狗怪怪哟！回家。我看到一只异特龙，雌性的 ，Apex。那完了，那个龙又没了呀。那个雌性的。啊，我看他死了没？他应该是死了呀。应该是。Orange 飞龙死了，971级，死掉了。那还有没有？我问问看看，估计是没了呀。没有了，还得去抓，还得去看一下。我骑凤凰看看。现在还有一只，家里面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雌性的。上面有四只，我去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了。来了，来了。是不是就我脸上这个呀？我脸对，就这个，这个雌性的，晕吧你！完了，这下面是不是又？哎呦，下面这是猪啊！恶魔猪，恶魔猪，把它引开！来、哎，宝贝，哎，来，哎，好厉害，看着我干嘛？来嘛，那、啊、直接走了，跑了。旁边好像，哎呦，又被打了，又被打了，晕住了，我晕，把他晕了。哇，这是融合龙，没事，融合龙没事。把旁边的都给晕了吧。再吃一口，好，起来了。赶紧把他踢走。嗯，赶紧走。我先飞飞飞飞到上面去。别回家了。先回家。咱们的那个龙就可以做了呀，来，我先给他下蛋。好，来过来。白色浆果秒训药。哎，有一个蛋了，有一个蛋就可以了，一个就行了，可以刷出来是吧？可以复制。点石成金，走，你放到点石成金手里面去就行了。嗯，放进来，放进去了。OK、嗯，出来了，好 ，OK， 走。100个了，有。现在应该可以刷天堂龙了吧？我看看，天堂龙还缺什么材料？还缺一个哦，还缺那个 FA 的龙，还要找 FA 的龙。对，找那个前缀，
好像到处都有啊，我们找一下看看，就在这个附近应该就有。它那个龙的话，很多属性都有。F A， 这是马马林，马林。这附近可能没有。马林，马林不对。我记得有翼龙是这个叫这种名字的。我记得旁边附近是之前有，好像被清掉了。F A 啊，这个 E L。F A， 我们全都找一下吧。我骑金凤凰，这个岛应该就有啊。这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，看到了。F A， 看见没？在天上。嗯。一枪就晕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种紫色的。哎，它这有个蛋，这有个蛋。都直接回去复制，不要他了，直接不要他了，回家。他突然下了个蛋，他还可以的。没有龙一直在外面飞啊？他应该是没有受控制吧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。好了，咱们可以养天堂龙了。看看可以做出来吧，天堂食物可以了。哦，哦吼，天堂宠物后面就是养那个恶魔级别的了，珠子。哦，要恶魔蛋、恶魔食物，然后还要 orange 的血液。哎呀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养了，差不多。这个就是恶魔血液 ，orange 血液，还有那个天堂蛋，哎，可以了，咱们差不多可以一级级的养龙了。嗯，咱们现在已经不缺东西了，主要是这个点金手出来以后，咱们就不缺东西了。我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下，一人一份。开启，好，一人50个，来，下集的天堂龙，对。给你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